妹妹去哪里？ 你讲过，我的课，嗯，我课，然后你学校好玩吗？不好玩。有toys吗？没有。天有。没有。你还要去 school 吗？没有。学校没有关呢、啊。要关你。怎么？你不要吗？你要去哪里？ 睡觉啊，睡觉，睡觉先。 刚才我去哭，我昨天没去叫醒来的妈咪，因为我想妈咪。可是你讲你有哭没？我没有哭。早上你哭怎么？因为我没有信心，我早先不能开开心。你早上你哭，你又讲你没有哭，你假假不了哈？你假假哭是吗？是吗 ？Happy 吗？去学校？因为开开心到老师他们。啊，你 Happy 吗？去 school？ Happy。 那为什么你哭？ 读书吧，你在教你什么？哎，你在教你什么，小姐？来，我看，来一遍。